用同一句歌词，你要唱出三种不同的风格。对决的是亮颖和贾玲。歌词是：如果这就是爱情，哈，连唱三遍，分别要表达出热恋、失恋了，以及虽然失恋了，但依然深爱着三种不同的情绪。那我换个感觉唱吧。嗯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如果就是爱情，本来就不公平，你不需要假理，我可以离去，我不想要离去。什么呀，别捂了，不够你嘚瑟。开心不得嘚瑟吗？好的。分开了，分开了，分开了。如果你知道分开是说不出话的，哦，更深一层次。第三个情绪，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不公平，你不需要讲理，我可以离去。如果我成全了你，如果我能祝福你，那不是我看清，是我证明我爱你。我觉得那表达很准确，非常贴切，是吧？对，很贴切。那贾玲也要面对这样的三轮挑战，同样的情绪。我跟一个歌手比这个呀？重点是情绪。比情绪，我们比的是情绪。情绪。小王，你配合配合我来，咱俩演情侣，好吧？行。这样，我们演个情景好了，就是今天我们俩约会，遇到了，好吧？行。然后我在这等你。行。今天我和他去约会，天哪，他的背影好帅，还可以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也不公平，你不需要讲理，我可以离去。这第一个啊。第二个是失恋。失恋了是吧？失恋了，开始吧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也不公平。转身，转身。你不需要讲理，我可以离去。可以，可以啊。第三个情绪，虽然分开了，但依然深深爱着。虽然分开了，依然深深爱着。对，刚才唱的好像就第三个的。那这么的，你跟亮颖后来你俩处上了，我俩也好上了，你俩处上了，好。咋的？还有剧情挺复杂呀。行，偶遇好吧。行。哎。这就是爱情，本来也不公平，你不需要讲理，我可以离去。哦，爸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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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他俩。谢谢苏龙亮颖的这个搭戏啊，情绪都在，情绪都在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这一题过了之后，接下来两队要开始第三轮对抗。第三轮对抗呢，两队要比拼的是肺活量。这轮游戏每队派出一个人出战，谁先把水从这个管子当中吹到对方那儿，那队就获胜。当然，所有的水管都是经过消毒的，里面装的也都是纯净水。小宋，哦，对面的队友里挑一个。
小马吧。这么多水啊！哦，这么多呀！我好期待呀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哦。哦。哦，目前小宋有点优势。哎，小马突然发力，小宋危在旦夕。小宋危在旦夕，哇！恶战呀，恶战啊，一场鏖战。腾哥，我喝亮影吧。你是我见过最要脸的老太太了。我给你建议一个好不好，小丁啊。加油丁哥，加油丁哥，提前道一句抱歉。我应该对你说抱歉。哎呦，哎呀，我小学测的3400。腾哥不知道，我离小学太远了，我实在记不住是几千几了，还是几万几。准备啊，三、二、加油，一，开始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自己吸进去的。腾哥，再选一个你觉得你能赢的，峰哥吧。来，正面对决，来。承让啊。放心，峰哥，水再也不会在我这儿露出一滴。来，准备好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开始。水再也不会在我这儿露出一滴，再也不会。那个画面，似曾相识。我好像还没使太烂。我这个角度看是从那个腾哥的鼻子里喷出来的，炸脸上了。花花，你试一下。花花，同是唱歌的，你们试一下。替腾哥，我报个仇，回点颜面。不使炸啊！来来，换一下管子来。只要哪边强一点点，他就会过去。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哦，哇！不分伯仲！哇哇！峰哥！哇！但是世纪大战，虽然这轮花花赢了，但是峰哥是连战了两三轮了，连战两三轮了，体力有所消耗。其实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伯仲之间，伯仲之间，都是伯仲之间。太厉害了！所有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这轮是通过你们的投票来决定哪队的表现更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轮观众的投票结果。好接近哦。哇，121-108，获胜的是王牌教宗。
哎呀，全靠花花撑着呀。恭喜王牌家族，奖励腾哥有机会和汪峰老师啊同台共同演绎歌曲。峰哥呢唱歌，腾哥跳舞。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，感觉是两口子同时邀请了你。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，我的心似乎从来不平静。哎，没有，我的妈呀！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器之音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茫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哎呦，六两个大爷，上海，上海。